是大众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甜歌皇后，她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影视歌三栖红星。耀眼的舞台聚光灯下，鲜花和掌声面前，她为何会拥有两年多的抑郁时光？从上海到北京，从越剧演员到多才艺人，从妙龄少女到幸福妈妈，她有着哪些与众不同的人生感悟？音乐人生，李玲玉正在真情讲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孙小梅。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非常高兴地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年轻的老朋友。说起来呢，他是乐坛上的一个传奇。从80年代开始呢，他就红遍了大江南北，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一直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粉红色的回忆。来，我们掌声有请李玲玉，欢迎玲玉。小薇你好。你好，大家好。出生于上海的歌手李玲玉，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温馨甜美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许多大街小巷里、城市乡村中，几乎都能听到她优美动听的歌声。《木叶情歌》《天竺少女》《粉红色的回忆》《你潇洒我漂亮》等歌曲几乎家喻户晓。改革开放初期，李玲玉为何能以甜歌皇后、甜妹子的形象扬名歌坛？面对快速成名，他又为何会闷闷不乐？甜妹子的形象，野小子般的童年生活，铸就的性格，两者碰撞在一起，将会是怎样的满宁局面？你让全国的观众一夜之间记住你，应该是在80年代吧？80年代。末了差不多啊。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一下子就让全国人民眼前一亮呢？我在东方歌舞团的时候是歌舞演员，表演过很多东南亚的歌舞形象，载歌载舞。在我从事的东方歌舞形象过程当中，我的形象可能也在电视机里头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觉得这个女孩长得甜，嗓音也甜。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唱片商来找我。嗯，找我，结果发现我唱歌方面呢，唱甜歌方面可能比唱歌舞方面还要出色一点。嗯，所以在第一张专辑《午夜街头》就销售量就特别好，接二连三的就是甜甜甜、甜中甜、甜上甜、甜歌皇后都来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可能李玲玉的甜歌应该是充斥了全国。我觉得可能就这么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让我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家记住了这个甜妹子。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报纸上曾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10亿人在听歌，8亿人在听李玲玉。有这样的，对，那段时间很多报纸都是这样说。嗯，我也觉得可能唱了很多歌曲，被大家誉为甜歌皇后、甜妹子。嗯，可是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我心里最不舒服的那段时间。为什么？因为我是演绎是东方歌舞，我觉得那个是艺术形象。嗯，像唱这个甜歌，那个时候改革刚刚开放没多久，我演唱的很多歌曲都是港台的歌曲。嗯，然后我等于是翻唱了一下，所以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还是应该演绎东方形象更艺术性一点，所以心里面会有一种抵触。在我心中，玲玉甜得特别爽，特别痛快，她不是那种很腻的甜。嗯，我的这种形容，就是因为我感觉她性格里有点像男孩子，有点像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特别爽。嗯，哈。嗯，其实你是南方，是上海人。对，嗯，我是上海人，祖籍是江苏扬州，所以。但是我的个性形成是小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两个哥哥，父母那时候都特别忙。嗯，我父母等于是把我们散养的，就是等于我上学放学散养的，不是圈养。所以我跟着我的哥哥长大，我从小的时候就会爬树啊，玩弹弓啊，因为我爸
可能之前两个哥哥嘛，我爸把我也当男孩养，然后我的生日我记得我爸都会送给我一个他自己制作的一个弹弓，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爸也挺可爱的。给我一个弹弓，然后我就经常没事的时候就练，那时候打鸟，现在是环境保护不能这么说，小的时候不懂嘛，就是练的打鸟，然后爬在树上，哪个同学我讨厌我就弹他，一弹一个嘴儿，所以我们家里经常会有人就是带着，属于百发百中的那种，差不多90%以上嘛，所以经常会有学生家长带着孩子上我们家告状去。小的时候我是经常让父母挺头疼的，我也觉得我的性格可能里面有男孩的很多成分在里头，包括15岁的时候我就离家，就是在住校复旦附中上学，就是每周回家一次，那时候的个性啊什么都已经形成。1980年，北京红旗越剧团到上海招演员，17岁的李玲玉幸运的在5000多名考生中成为入选的两人之一。当时这位曾在越剧《红楼梦》中饰演贾宝玉的南方姑娘，虽然满足了自己的心愿，却也一不小心成了背叛父母心意的北京丫头。时隔多年，李玲玉仍然感谢当初的决定，更感谢父母的开明和关心。你就能够下定决心说到北方去工作和生活，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挺勇敢的一个决定。所以那时候离开上海到北京，我其实心里，你说我来到北京，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越剧我也不会唱，但是我就心里就好强，因为那个时候一次次被筛掉，这次终于我自己能考上了，我就想我变得法儿，我怎么样我也要坚持下来到北京来。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80年底就顺利的到了北京。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在这里就很快的就征服了全国的这个观众。我就觉得可能老天爷觉得我太可怜，从小受的太多痛苦，因为一个是思想上的包袱，另外一个我身体也不太好，从小就是我妈生我是叫什么，就是不足月就生了我，早产，然后加上我从小体弱多病，就是动不动就晕过去了，动不动就发烧了，就查不出什么毛病，一个礼拜差不多有6天，一个礼拜7天可能有4到5天我是流鼻血，莫名其妙就流鼻血，查什么也查不出来。所以那时候到了北京之后呢，我还挺感谢我父母的，就觉得他们能放我这样过来，然后随着跟越剧团天天排练啊，很辛苦很辛苦，就居然把我那个一身弱的体质给练得特别特别好，身体特别好，所以这一点我还非常感谢我父母。千锤百炼了，千锤百炼，对，父母敢于放手，实际上有的时候来说对孩子才能够更好的成长。那个时候他们是想不明白，上海我们都对你挺好的，为什么你要离到北京？他说这可不是到扬州去坐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火车慢嘛，他说你一到北京我们坐火车那个时候好像17、18个小时，然后电话也不方便，我父母一个礼拜给我写封信，就这样天天隔三差五的从上海寄一些上海的饼干呀，上海的咖啡呀，就觉得上海什么都好，就老往北京送。结果我们老师发现以后，就给我妈写了一封长信，说这样不足以孩子的成长。然后慢慢以后，1年、2年、3年，慢慢就喜欢了北京了。所以我到北京来，可能我觉得是老天爷让我来的吧，老天爷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我以后会在北京，所以现在我顺理成章成了北京人了。我从80年底一直到现在，在北京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真的是这样，而且我是个北京人。1983年，李玲玉所在的越剧团面临解散。1984年，她幸运地加入当时赫赫有名的东方歌舞团，主攻日本及东南亚歌舞。由于声音甜美，舞姿优雅，台风清新，李玲玉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东方歌舞团的主要演员。此后不久，被唱片商选中的李玲玉转往流行歌坛发展，并一举成名。
令人不解的是，一直想摆脱甜歌皇后的形象并有所创新的李玲玉，在离开东方歌舞团后，竟然会因为一张转变了演唱风格的专辑而得了抑郁症。这张专辑的名字 叫女人心绪。女人心绪，对，这张专辑实际上是我就聚集了很多大腕儿，当时给我写歌，给我制作这张专辑，而且我现在听起来这张专辑录的确实也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李玲玉的甜歌太根深蒂固了，然后你就无法改变观众在他们心目当中的甜妹子。在我签售带子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嘛，那张专辑我记得我签了4.5小时，观众来络绎不绝，就人多得不得了，我也觉得哎呀这张专辑很好啊，但是在我签售的过程当中，我非常难受也非常尴尬地遇到了很多观众过来就说，虽然你认为你改变风格那是你一意孤行，你真的太过分了，就说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你就把你的形象彻底改变成一个都市女性，说我们接受不了，所以这张专辑让我真的是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那段时间是想想都过去了，但是那段时间走过来，我觉得我能走过来，我也觉得李玲玉挺伟大的。因为我离开东方歌舞团，我甜歌唱的太多的原因，唱的太多，我也是怕影响东方歌舞，影响就是团里老师对我的艺术上的要求，所以离开他们，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我应该离开。就离开以后呢，我又想赶紧改变，让大家看一下我改变以后我会是个怎么样的人，结果改变又没有成功，这一夜之间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抑郁了很长时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年轻，可能太年轻就出名不是一件好事，我认为是心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我比较喜欢现在的我，可能经历过很多，所以自己有一天也从抑郁当中走出来，所以对一切事物真的是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没有什么可以在心里面积压好多天，我一般就今天的事情不高兴，今天晚上之前睡觉之前全部都结束。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怎么保持的，我说句心里话，其实一个人的年轻不在于他要吃多少补药，不在于他要做多少个这种整形过程，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你内心深处有一个特别健康的心态。李玲玉因歌成名，却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影视红星。1987年，她首次触电，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成功地扮演了玉兔精一角，并表演了歌舞《天竺少女》。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此后李玲玉又先后主演了《红楼梦》《七情侠侣》等电影，和编辑部故事、海马歌舞厅、临时家庭、孝庄秘史等电视剧。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出人意料的职业身份？在他心目中究竟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呢？西游记的出演算是你第一次触电吗？第一次触电。87年，对，87年。那个时候杨洁导演据说是一看就是对你是一见钟情，一看就看上，哎，这个演员要把他找过来。其实就是当年东方歌舞团我跳了一个巴基斯坦的舞蹈，然后正好在电视里面播，可能杨洁导演正好要选那个二十，我那时候是25级还是24级？天竺收玉兔是个印度公主，这一看载歌载舞的，而且那个眼睛大大的，有点那个印度人的、那个我们看的印度电影啊，那个印度少女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说啊，就是她了，就是非常一个吻合的、非常巧的一个时机，
我就被选到了这个角色当中。当时我知道是李成儒，李成儒当然《西游记》《西游记》剧组里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剧务啊，是李成儒去把你接过来的。对，他从北京把我接到云南，在拍戏的时候，李成儒也不怎么说话。完了，私下他有的时候就会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导演老在批评我演的老是出了镜了，演的不好或者不够表情了什么，我经常哭嘛，然后也发誓不再拍了。李成儒经常鼓励我，演挺好的，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他帮了我很多的。所以他现在成为一个特别有名的表演艺术家，我觉得跟他当时他的那个，他一直喜欢戏剧表演，他喜欢，他跟我说他也喜欢啊，非常有心的一个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影视演员一开始也不是说是专门学表演的，某一次机会就像你一样，啊，这形象又长得好，那导演说经常的去请你拍这个戏或者那个戏，很多人可能就走上了影视表演这样的一个道路，讲好像似乎这个影视表演对你吸引力并不大，为什么？我要是如果这两者。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喜欢唱歌，因为这是我拿手的东西。表演吧，就是戏曲表演、戏剧表演这个东西，真说心里话，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天生条件就好，懂得表演，但我就觉得我好像我有这方面的一点点能力，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可能歌曲对我来说还更拿手一点，更有魅力一点。其实你看，一开始你学戏剧表演，后来到影视表演，应该说二者都是表演，但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哈。林玉，我知道也曾经主持过，拿着话筒主持过呢，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你指的是哪次？太多了是吗？因为我之前90年的时候参加过央视主持人第一届主持人选拔赛。哦，真的啊。我应该算是你的前辈。前辈挺多指教，你在各方面都是我前辈。没有，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劝我说，你一唱歌唱得那么有名的，为什么你要去参加那个选拔赛，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是在学校也是，我喜欢试很多，既然是尝试不同的领域，对，既然是我们一个文艺口岸里头，我想我可能可以，除了我普通话不怎么样，非常好，现在还好一点，以前真的是不行。然后我就去参加比赛了，结果得了个二等奖。那很好啊。后来我在央视的青少部主持了一段时间，跟张泽群主持了一段时间节目。我知道。今天来到中央电视台观看我们青年节目特邀主持人选拔赛决赛的，有许许多多热情支持和关心我们这次决赛的朋友。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我能跟倪萍一起主持节目。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台晚会由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联合主办。真是我老前辈了啊，请多指教，林玉姐姐。这小妹还是很年轻，因为她比我小很多。我其实跟你认识20年前就认识了哈，对，我们俩在南通的时候啊，一起在舞台上唱那个唱《天下第二》的林妹妹。他唱的真的很好的。近年来，历经生活磨练的李玲玉，也在尝试着做一些与时俱进的项目。创办了文化公司的他，正在筹拍一部网剧电影。他也将摇身转变为一名制片。敢想、敢干的李玲玉。不仅把事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家庭生活也是幸福无比。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要不断奋斗，做儿子的好榜样。谈起陪伴儿子一路走来的感受，李玲玉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份滋味在心头呢？其实你现在继续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能动力，是不是有很多是来源于你家的这个宝贝？我之前的个性可能就是我行我素，心里不高兴了、不舒服了，可能打着行李就走了。但是当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就觉得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因为他老牵挂的我，我应该说我老牵挂的他。我生孩子晚了，
我不想错过他所有的每一个的成长过程，所以我就跟我父母说，我说这孩子我来带。当然我自己带吗？对，我父母帮了我很多忙，但是我就让孩子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嗯，从他一岁一直到他十岁，我自己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所有的工作我尽量不接就不接。嗯，所以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有幸的把他所有成长过程都记录了下来，而且经常跟孩子一起在看他的每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视频什么。嗯，孩子也，我经常看他的时候，他也会聚精会神的在看他自己。所以可能每次看完以后，他对母亲他有个更感官上的认识，他会懂得感恩。尽管说这个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跟你的意志就是违背的一些动作或者一些话语，但是经过我们两人的聊天以后，我觉得孩子整个感觉还是非常善良。实际上你很注意跟孩子这样的一种交流，其实从他一出生开始你就没有放弃跟他这种交流。我没有放弃，我觉得在他今天快到九月份17岁了，我非常骄傲地跟大家说，我真的没有他真的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成长。嗯，我的事业停顿一段时间，我觉得孩子看见孩子成长了，我心里特别的欣慰。嗯，而且我希望我儿子在我的教育之下，他最起码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懂得感恩。所以每逢什么节，母亲节，把我感动的都掉眼泪了。嗯，儿子给他准备了花儿。早上起来我叮咚叮咚按门铃，然后有人，我阿姨出去开门了，说有人给你送花。我说谁给我送花呀？我宝贝儿赶紧从他的房间出来一看，多少钱？多少？给人家去付钱。我才知道是他前一天已经给我订好预约，订好了花，一大束特别漂亮的花。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俩发生了一件事儿，他谈恋爱了。谈恋爱了以后呢，因为之前我跟所有人说，我说我倒希望他能够接触女孩子，什么都很正常，因为是一个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都要碰到的一个，你越避讳去谈这个问题，他可能会变得越那个不好，索性让他公开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他真的谈恋爱以后，我的心情会酸的起伏的不得了。我还难受吧？你觉得那个我还为此哭，痛哭了好几个晚上。我就觉得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关心他爱护他，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可能有一天会更大，会不需要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心酸。但实际上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要跟他去交流去。他说我成长了，女孩子喜欢我，我也觉得他不错，我们可不可以交往。我开始就说以学习为主，所以我努力的不去谈这件事儿。嗯，所以但是我们俩很冷战。但是那天这个花来了以后，我一下子心就融化了。我觉得孩子时时刻刻都会想着我，包括他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他发了很多就写母亲的那个什么，我看都会掉眼泪。其实很多时候跟孩子之间交流可能要策略一点，就是你不能顶着他，你得把这话得显示出你很弱，你不能让他觉得在孩子面前你觉得你很强大，孩子会有逆反心理。所以我现在我学的就弱一点跟儿子说话，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向孩子示弱。哇，真的不容易的。我真的是跟孩子一起成长，我体会到了这段时间我真的体会到当母亲不容易。嗯，要学会各方面的形形色色的跟孩子去。又到了一次欢欣的时候，沉重统统抛散在梦中，一缕清风过，摇曳着花香浓，模糊了离别淡淡的哀愁。哦，带过了岁月渐老的时刻，我忍不住又翻阅旧相册，曾经拥有的如今失去的伴随花。在很多人看来，名人似乎多了份清高和不近人间烟火，
而生活中的李玲玉却喜欢和朋友聚会，喜欢热闹的时光。为此他甚至别开心思开过一间夏威夷酒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过多久他的酒吧竟然关门了。他的心思好像也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兴趣点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会给他带来哪些别样的感受呢？处于落潮起潮落都感慨，是谁错过结局，忘了等待。你跟大伙说说呗，当时开了一家什么店呢？我在1995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夏威夷酒吧，夏威夷风情酒吧，然后中午晚上都是西餐，到了晚上以后又是喝酒。我那真的风生水起，开得特别好。然后当年你想，当年在北京的这些大腕们全都到我那儿去喝酒聊天，就是人真是门庭若市，真的很门庭若市。但是我这个人属于是特别好客，特别好朋友，所以来了朋友你就请，你就不要人家掏钱。有很多人也掏钱，但是还有很大部分的啊，走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我来就行了，全部都是这样。当然也没有亏到哪里去，到只是到最后就是性质有点变了，就是经常李玲玉得在，李玲玉不在我们就不开好酒什么这个那个，我就经常去陪人家喝酒聊天。我就一想这个得不偿失，我的时间都花在这上头了。然后后来我就转手了，我就不干了。就后来尝试，虽然是风生水起，但是因为玲玉性格太豪爽了，来了就好朋友来吧，阿姨你别掏钱了，我来给你结了。经常干这种事，所以就是还是性情中人。所以我觉得我生活还挺丰富的，丰富多彩。生活的丰富多彩，内心的这种充实，我觉得才让我们今天看到了在舞台上做的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依然在盛开的这朵鲜花李玲玉。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想关于甜，关于甜歌，这是留在我们内心深处永远的一个粉红色的回忆。但是我想在未来，我们这朵美丽的花会依然散发出它应有的这种芬芳。因为我想的这种香气，这种甜，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是经过多少年历练之后更加深沉的一种情感，一种爱和一种感恩。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山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望穿富贵，怕什么戒律金贵？只愿天长地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爱恋，愿今生长安相随。